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万通国际投顾林中祥为您制作的标股急先锋。哦，今天大盘开高走低啊，中场小跌啊，又来到13000点。我们这里要感谢一个嘎伟老师，他放空的股票每一档都被嘎。各位，哦，我真的是有。真的要看到这种老师还真的很少啊，还在节目上一直打屁哦，我空的都会跌。各位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放空你要放空弱势股，哪有去放空哎还在涨的股票，说它涨会开始往下跌，然后画一条线就往下跌，那神经病，自我感觉良好啊，哈哈哈，真的是感谢他。好，我们嘎伟老师放空什么股票？2458的翼龙电，哇，真的是嘎尾嘎尾嘎尾！我告诉你，他放空我就想买，我找不到标的啊，然后就只要买他放空的股票就好了。他放空什么股票？4935的奥林，他还放空什么股票？5457的宣德，哇，涨停板啊，老师啊！昨天放空，不管你放空什么位置，应该都赔钱吧？那你今天涨停板又去加空啊？啊，你们家开银行就对了，各位看一下，创新高啊，创新高，创新高啊！各位，我在这里啊，有时候有的老师啊，我不知道他想要历史留名，说哦，告诉你的孩子啊，你放空在13000点，你是赢家。各位啊，你不能因为一只联发科在跌啊，你就认为啊，你放空是对的。我问你啦，联发科当初我们在这里叫你买的时候是300块，公司实施库存股，当它涨到700块，你300万已经变成700万，你3000万已经变成7000多万了，你当然在这里要卖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问你，再跌下来，我问你，联发科明天会不会长红，会不会大涨？我不知道欸，你好好看一下好不好，你好好看一下好不好，明天联发科会不会大涨？明天联发科搞不好啪就一涨涨几十块哦，说不定哦，我不知道，各位你就好好看下去好不好啊、哦、在这里 W1788 标股急先锋啊、哦、各位，我在这里要告诉各位投资朋友，我专门计算主力筹码的。老师，你为什么对茂林那么有信心？我告诉你，主力都一直在买，外资在买，投信在买啊，空单一直增加。我问你，外资如果有这个茂林有30000张，他只要买300张把它拉到涨停，他等于30000周都涨停。投信已经买了20000张了，他只要买200张拉到涨停，等于下面的20000张都涨停。那我问你，如果公司不好，投信一直买，外资一直买，公司在到货，会不会上去？不会啊，对不对？他最近在诱空哦，你小心一点哦，对不对？各位啊。哦，在这里我告诉你，茂林，你有看我东森解盘，你只要看我东森解盘，你哪一个赔钱你告诉我，我110块叫你一张都不要卖，我118块叫你可以加码，我甚至128块我告诉你还是可以买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，还有哦，九月最强棒指定打击有一只股票，九月一定大涨啊、哦、我们待会来一一做一个分析啊，各位，3倍优惠啊，会费减1倍。我问你，来参加我的客户，不管是当冲，不管是波段，你有哪一只股票真的会赔到钱的？你告诉我，好不好？我当冲也要让你赚，波段也要让你赚。好，各位来看一下啊。好，今天大盘这样子，今天大盘我们来看一下，大盘开高走低，有没有破坏多头？看起来好像没有嘛，啊，看起来好像没有嘛。现在又站上了月线、季线，所有均线又站上了。老师，今天杀尾盘嘞、欸，好，杀尾盘嘛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开高走低收最低。我问你，4935的茂林有没有杀尾盘？没有。尾盘新参加一个会员了、啊，我跟他讲129块再买，结果竟然跳到129.5，竟然买都买不到。那没关系，我明天再买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各位2458的翼龙电。尾盘还拉上去，啊，5457的宣德，对不对？你早上看起来好像要死要死要死，
你空在这里，你补在这里，你在这里是不是放空？你说你的老师告诉你会跌嘛，所以你在这里放空嘛，结果拉到快涨停板嘛，吓都吓死了，对不对？一百万已经输十万了，一百万输十万啦，一百万输十万啦，啊还敢不补啊？我一补完它就跌下来，那你说老师我今天空在这里，那我恭喜你呀、啊，快涨停板你要敢空，你太厉害了。老师我为什么去追快涨停板？那你这要怪你自己啊，你为什么不跟着老师做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看一下啊、哦，各位6488的环球金是不是涨？它有跌吗？没有啊、哦，哎，你不要买在这里嘛，啊，你买在这里你会赔钱吗？对不对？各位我讲得很清楚啊，啊、哦，还有呢，还有618的合金啊，你有赔钱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做合金从来没赔过哦，各位，合金刚刚底部刚刚起来啊，啊、哦，我告诉你，合金我做了100趟，我100趟都赚。你问我的会员，我每一次做合金都赚。老师，为什么你都知道？各位，你看一下是不是收最高？是不是收最高？老师啊，我明天要玩大的。老师，你太准了。老师，你做股票好像没有输过嘞。拍谁拍谁，低调一点，低调一点，拍谁拍谁，低调一点，低调一点。好，重点是各位在这里我要跟你讲哈，九月份的最强指定打击这一档股票一定大涨啊。那要怎么做呢？各位，金国光我们已经获利出一半了，哎，有低买的也在出掉一半了。茂林我们一张都还没有出，有啦，上下来回做了。我告诉你，茂林我们怎么带会员做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卖132买128。我告诉你哦，我们卖再买，卖再买。哦，老师我都赚翻了，老师一只股票我每天进账10万、20万、30万、50万。张数永远维持一样多。就拍谁，就拍谁。好不好啊，各位我讲的够仔细的啊。好，有钱人之所以有钱，做的安详的跟你不一样。你到底是不是有钱人啊？啊，你到底有没有赚钱啊？还是你满手套了啊？底部量说好买点，高档爆量好出货。各位计算主力筹码，来 W1788 标股急先锋，我在这里公开告诉你啊，未来会很精彩。这个指数哈、啊，我跟你讲哈、啊，你不要认为这个指数哈、啊、在这里就死掉了。好不好？各位，我在这里公开告诉你，这个指数哈、啊，有可能在这里走横盘啊。有人告诉你会跌破季线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有一只股票太扯太扯太扯，3481的群创，今天100万张，今天放空的都输了，做多的都赚了。那为什么会成交量100万张？各位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大家都在做当冲嘛，啊，这有钱人啊，这个冲个300张、500张，没有钱人也冲个30张、50张，做多、哦、不是做空哦。你那个嘎维老师是做空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哦，被嘎的吱吱叫哦，会员还没打电话去抱怨哦。我告诉你哦，再嘎个10%，你会员打电话去抱歉，各位，你到他公司去，到他公司去。老师你不要这样子啦，我已经赔钱了，我这还要拿钱去补人家，对不对？各位啊，我只能这样的告诉你啊，你自己跟他做，你停损设好，不要设多少啦，设 10% 就好了，好不好啊？设 10% 已经很那个，哎，人错了就要认错。像我做错股票我都跟会员道歉，哎，不然就这一只喊不上来，我们小赔，我们认赔出场，对不对？会员，我是不是这样告诉你？小赔我就认赔了，没关系啊，对不对？我别只赚回来啊。啊，放空有用硬凹的，各位来看一下，这一只股票今天拉到涨停板100万张，这个代表什么意思？大家都在玩当冲，那大家玩当冲没关系啊，对不对？盘中买。买1000万盘后空手，盘中买100万盘后空手，都没关系，都没关系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但是你要做对方向啊！老师，我今天去放空，我好爽，
结果被拉到涨停板，老师我留仓，那明天再涨怎么办？所以做多做空你自己选择，我不帮你选择啦。啊，来，我今天在东森我讲一句话，这一支股票，我说哈，我们当初啊，你早一点来参加我，我这里五只涨停板我赚到，拉回来 W 底我又赚到，冲上去我卖一趟，拉回来我买一趟，冲上去创新高我卖一趟，145块我卖一趟，卖掉又跌跌跌跌下来我买一趟，在这里啊、哦，我出场了。为什么出场？因为它要除权息，除权息之后会回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除权息以后再买回来，我们买在110几块。哎，你买的比我会员还便宜哎、欸！啊，我在东森连线，我说110块，你绝对一张都不要卖，你一张都不要卖，对不对？好，从110到了120，120我也讲你一张都不要卖，你一张都不要卖。你加入我的 Telegram， 我也告诉你一张都不要卖。从110涨到120，又回到115，又涨到130。130我也告诉你一张都不要卖，又回到115，又回到132，今天创新高。你卖了没有？我真的不知道你卖了没有。你卖不卖？你不是我的会员，我也不知道你卖不卖。但是我只能告诉你，你千万不要空。好，我今天回去看一下，如果今天空单啦、啊、不要多啦，再增加个几十张，上2000张以后你放心。这个道理跟什么一样？就跟3661一样。我问你 ,3661 最近转弱了，对不对？好 ,100,150 请你买，我知道你一定不敢买，你100%不敢买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破线嘛。好 ,150 到 200,200 你想哦，钟祥老师叫我买，但是我不敢买。钟祥老师他的会员150已经买10张了，已经赚了50万了。我200块去帮他抬轿。好，你去放空。200块我新进的会员我还是买。到了250，那你更不敢买。你想哦，你的老师钟祥老师，你的会员从150到250已经赚100万了。那我更不敢买，对不对？你一定不敢买。对不对？你一定不敢买。好，我们继续买，突破300以后一直涨到560，对不对？560你想买了，我告诉你先不要买，拉回来我告诉你可以买，最多涨到700。我问你，你150跟我买的，你涨到700，你150万变成700万，你知道什么叫富翁吧？对不对？你1500万变7000万，你知道什么叫买豪宅吧？你就算200块跟我买的，2000万变7000万，你也是大富翁啊，对不对啊、哦，各位？然后我告诉你，你都一直不相信我嘛，你因为你不敢买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终于除完全息以后你想买，我告诉你不要买，你先不要买，你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要买好不好？我拜托你啊、哦，今天一下杀就下杀几十块。我们已经买豪宅，台北市的地堡，我的客户去订一栋了啊。法拉利跑车已经买2台了。你要帮我们洗碗？不需要，不需要，好不好？不需要，我只跟你讲不需要。老师，那我现在要买什么？现在要买什么？现在要买这个啊，4935啊。老师，我买了，它将来会不会？会不会到140、150、160、170、180、200？我不知道，我不能跟你讲目标价，我不知道、啊。但是你跟着我，我会带你进，我会带你出啊，对不对？我一定带你出的、啊，不然呢？你来参加我的会员，各位，我难道带进不带出吗 ？W1788 标股急先锋，我难道带进不带出吗？我每天计算主力筹码给你看，对、啊，我今天在这个 Telegram 里面有 po 一只股票啊，各位有 po 一只股票啊，6182的合金啊，你有没有买？哎、欸、34块你不会买不起吧？啊、哦、老师我就熊诶，我买一百张。你买一百张今天赚10万。你买一百张今天赚10万。老师我买30张。
但是我卖太早，卖太早也是赚嘛，对不对？最少各位，我这样告诉你啊，股票市场你要选，各位你可以看一下，这有没有创新高？这没有创新高嘛？我如果创新高叫你去追，已经股票已经涨，从150、200、250、300、350、400、450涨到700，我再叫你去买，那我是没有良心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34块，我说你去买一下，你会怎么样？它都还没有开始起涨嘛，对不对？今天收最高，你今天买20张赚多少钱？我不知道，啊，看你自己卖在什么程度啊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讲的够清楚，所以我在这里一直要跟各位投资朋友报告，我计算主力筹码，而且我知道市场在做什么事情，市场在做一件事情，各位啊，有钱人之所以有钱，做的和想的跟你不一样，市场在做一件事情，各位啊，九月份最强棒指定大吉，有的股票你看起来好像不太会动。结果它后面是越动越大，越动越大，越动越厉害。我东森连线我也没有跟你讲，我说什么？我说这个茂林，你买到的你就抱着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的节目，你应该知道110你有没有买？老师我有，偷偷的告诉你我有。118你有没有买？老师我偷偷告诉你我有。各位。你还嫌赚的不够多，将来会不会买车买房我不知道啦，啊，我带进我一定带出啦，好不好？所以各位啊，在这里我要告诉你啊，啊，有钱人之所以有钱，人家为什么有钱？因为人家选的股票对嘛，对不对？主力筹码对嘛，对不对？主力筹码对嘛，啊 ，W1788 标股急先锋，你真的要参加标股急先锋来。我在这里啊，我还是要跟各位投资朋友讲，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照，太远了，太远了。来看一下，你今天可以收到的 Telegram 是这样，有没有？握吧，啊，来，我念一下：茂林4935业绩大成长，法人大买走高空走势啊，合金七月营收年增10%。跨入 SIC 营运喊冲，上海合金挂牌，没贡献每股 EPS， 今年合金将大爆发。你是不是收到这样？你参加我的脸书也是收到这样。好，各位，那你今天有没有赚钱？老师，人家杀尾盘，你为什么拉尾盘？啊，我哪会知？啊，都外资买足多嘛，啊，我哪会知？啊，都外资投信拢买足多嘛，啊，我哪会知？你不知道嘛，对不对？你不懂嘛，啊，所以各位在这里，我要再告诉你 ，W1788 标股急先锋啊，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我不管别的老师怎么做，那高伟老师只要放空的股票，我就有兴趣做多啊。还有啊，各位有时候哈，股票是这样的啊。你要空就要空弱势股，还有我在这里再讲一次啊，我发觉哦，各位，2337的旺宏跌不下去了，高伟老师还在空单吗？他如果在空单，我们就买啊。你看哦，足足这么久都没动哦，我也跟你讲过嘛，你希望难道你希望空旺宏它可以跌到这里吗？不可能嘛。我也跟你讲过嘛，对不对？老师，万宏可以做多了。老师，那我这样有兴趣耶。不要紧张，不要急，好不好？各位，在这里 ,W1788, 标股急先锋。W1788, 标股急先锋，把主力筹码告诉你。我告诉你，万宏啊，各位，搞不好哦，万宏从这里又开始起涨了。老师，你怎么那么可爱？你前面叫我不要做，你现在，哎，讯号出来要告诉你啊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告诉你啊，股票就是这样轮动，就是这样轮动啊。当你看不起它的时候，当你认为它不会涨的时候，当卖压都消除的时候，但是万豪什么时候开始买？等我讯号，好不好？除权息之前，我们还不急。
我们真的还不急，我们一点都不急，我们每天要赚钱，明天玩大的，明天有没有股票搞不好会涨停板。哎，老师真的吗？各位，我是不是真的假的？ W1788 标股急先锋，你参加之后，我告诉你，明天搞不好有股票会涨停板。好，祝各位投资朋友周末愉快，周末愉快就是要赚涨停板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